咧就係 MacBox， 咁咧我哋今日帶個台灣好朋友嚟呢度咧食午餐。嗱，呢度係九字樓，飲完茶咧攞咗張收條就可以喺呢度吸引，咁啊免費泊車3个钟头。咁啊記得啊，九字樓係大家啊咁啊，通常喺14楼啊、13楼啊飲茶嘅。咁咧呢度咧，而家 MacBox 呢度咧都重新裝修，有加咗一啲設施啊，都幾靚嘅。咁啊嗱，呢度就係 MacBox 啦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啊，嗰啲電梯裝咗啲燈啊，加咗啲燈飾，啲招牌都光咗好多依家。咁我哋今日咧同個台灣朋友嚟度。啊！諗住喺百樂門啊！呢度咧飲完茶就嚟呢度吸完飛，要上翻14字樓嘅。嗱，呢度電梯嚟嘅，咁咧就喺呢度可以上翻14字樓。呢度百樂金宴，我哋今日就嚟呢一間飲茶。咁啊，好大嘅呢個面積都啊，方便在拍。大家好，我現在在香港，在百樂金宴。今天是来这里啊吃午餐啊，我们是吧？是啊，我们来这里试看看。这个是我台湾的好朋友啊，现在呢来了香港啊。大家好。啊，现在我们入了来百乐门，咁呢就找到位了啊！今天是假期啊，所以都很多人。今天跟我台湾好朋友来百乐门饮午茶，香港的假期今天是第二天。啊，我们今天呢第一个点心是虾饺。虾饺啊，虾饺皮几大只嘅，都喺落嚟啊！啲薄又好似好。啲皮又好似好薄咁樣啊！啊 ，OK， 試一試啦！啊，下次去台灣啦，大門。咁你咪用 LP 咧？唔係啊，我呢個啊，呢個係炒面。油黃炒面。油黃炒面，我哋今日啊。要下呢個啦，因為呢間嘢咧。嗱，呢一個炒面配呢個粥啊。皮蛋瘦粥。皮蛋瘦肉粥。皮蛋瘦粥啊。都好套餐嚟嘅。套餐兩個加埋。啊！呢個粥真係好大煲，唔怪之你話唔使叫咁多。但係冇乜皮，唔係皮蛋瘦粥喎，係魚嚟喎。今次魚嚟㗎？係啊，唉，俾咗魚你喎。都好啦，魚都好啦 ，OK 啦。係啊，魚嚟㗎。係咪嗰個魚頂嗰啲啊？皮蛋瘦肉。唔係喎，冇皮，呢個係小龍蝦。嗱，而家呢兩個咧就係一睇就知啦，珍珠雞啊。咁大個喎。珍珠雞都幾大隻啊！呢啲珍珠雞好大隻嘅，因為九龍灣嘛，河啲。揸的士啲人咧，食完兩隻咁就可以當餐飯嘅，價錢又唔係好貴。呢個小籠包啊，呢個3个小籠包，呢度啲點心多數係3只嘅，跟住咧佢咧3点半就折嘅啦。你我哋今晚3点就嚟飲茶，咁你3点就要叫曬點心，3点半之前，3点半之後咧就冇得叫點心嘅。佢呢間嘢咧就大眾化啊，都唔錯嘅，你一大大碟啲嘢全部。我哋咧今日咧就3点几嚟飲茶，所以就唔會叫好多嘢食，因為今晚就要去食海鮮啊，所以咧就咁叫5样嘢。係咁多㗎啦，今日嘅午餐。因為而家3点半啊，所以我哋咧就唔敢叫太多。嗱，今日九龍灣呢一餐咧就唔係好貴，咁咧就食咗幾多錢咧？係309蚊。仲可以免費泊車，最貴都係嗰個孖寶豉油麵啊，加個粥148蚊啊！咁啊，我哋咧就好快食完呢餐，咁啊去另外一個地方啊，就係清水灣啦。嗱，我哋今日咧就帶個朋友，咁啊第一個地方咧。就去呢個西貢呢個郊野公園啊，去嗰度有個亭啊，叫做天涯海角啊。咁啊，今日啊真係
冇乜太陽，風和日麗，好多人放照啊！你睇 Money Chan 喺度睇個小朋友放照，放即係放風箏啊！咁啊，你睇呢個藍天啊，真係嗱呢啲風箏啊，就話個小朋友放上去嘅，咁啊都幾多人放照啊！今日嗱喺度玩學放照啊 ，Money Chan， 咁咧就人啊算多。咁咧就啊，不過呢度地方寬敞，就唔係幾覺。我哋剛才咧都等咗十分鐘，好好彩就揾到一個車位。如果呢度揾唔到車位咧，都好難喺度停時間長啊，因為都經常抄牌啊。啊，今個假期呢度嘅情況咧，就算好噶啦。以前我哋嚟咧就好多人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。台灣好朋友啦，就係、是、啊，佢啊上次喺台灣就招呼咗我好多人，所以今次嚟香港，我梗係要招呼翻佢啦。啊，識做啦，起碼。大家好，迪奇哥帶我來清水灣的郊野公園，這裡也是他們說是海角天涯。就是這裡啦，海角天涯。很漂亮。啊今天天气好吗？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刚很适合来这个地方走一走，很凉，而且山都有山岚，有很多人在放光这个风筝。对。好了，我哋今日嚟呢度啊，就停留45分钟，谂住咁啊。再去另外一個地方就是西貢那邊，好朋友啊，台灣啊，車禍去很多地方，所以呢今天我要啊做咩，帶他周圍去一下。這裡是香港的清水灣，然後下面有一個很大的海灘，那我們今天時間比較急，所以就沒有下去。那还有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，然后可以拍车啊。你好，我们是分享美食还有旅游的频道，那如果大家喜欢迪奇哥 的分享，希望大家可以按赞订阅。